杀人的女凶手名字叫珍妮，一连杀了12个女人。谁敢跟你说话？小胡珍妮。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？就是他，一连杀死了12个男人。你们说我是凶手，有什么证据啊？当然，凶手是刑事犯，这件事情不能隐瞒。我特地来欢迎女英雄。站住！ 他不是杀人的凶手吗？就是他。